Welcome to IT Handy Guy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 Facebook Page 的马上直播。好，那我们 Facebook Page 呢有分马上直播跟排程直播，那 Facebook Group 呢也会做这个马上直播还有排程直播，只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 Facebook Page 的马上直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那我们就先来到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好，那现在呢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 好，这是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OK， 那我先把这个关掉一下。好，那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 呢，我要在这里面做直播，那我要怎么做呢？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那你要先按这个 live， 好，那你就先按这个 live。 好，那你按完之后呢，那它就会开始建立这个直播的东西。我稍微好这个调整一下大小。好，那我现在要做的是马上直播，所以我这边选的是 go live。那我们来看图说故事哦，就是你就是这边选 Go Live， 然后再选 Next， OK， 那这边就是选 Next。 好，那再看一下哦，这边会发生什么事，稍微等他一下。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这边你要选的是 Use String Key， 然后 Copy 这个 String Key 到我们的 OBS。 好，那你就是这边要选 String Key， 这边选 String Key， 那你就 Copy 我们的这个 String Key， Copy， 然后 Copy 到哪里呢？copy 到我们的这个 OBS， 好 setting， 然后你要在这边选的是 stream， 然后你要选的是 Facebook。 Facebook 的话，它的现在的这个 resolution 呢，最多只能支援到 720p， 所以你这边就只能按 yes， 然后接下来把你刚才 copy 的那个东西贴到这边来，然后按 apply， 这样就搞定了。那 video 这里呢，你就会发现说这边最高就只能到 720p。 好，然后那接下来呢，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OK。好，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按 Next。好，就是你这边要选这个 Use String Key， 你 copy 这个 String Key 之后呢，就可以按 Next 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讲义，然后那这边 copy 到这边来。好，那这边呢，好，就是给他一些我们的到这个步骤。好，这个步骤的话，就是给他一些我们的这个title 跟我们的 description。好。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要给他我们的 title， 我给他取名叫 test title， 然后在 description 呢给他取名叫 test description， 然后那接下来就可以按 next 了。好，那你按完 next 之后呢，然后你可能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按 got it 就好了。那接下来他就是看到说，好，你可以看到这个 go live 呢在这里，我稍微放大一点，你会发现这个 go live 在这里呢，它的还目前还是这个灰色的，还不可以按。那怎么样才可以按呢？你必须要先去 OBS 里面，就是你先 copy， 你要先确认这个 string key。 这边还有多讲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刚才忘记 copy string key 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从这个这个 live video detail 这里，然后选 string setup，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 copy 到你的这个 string key。好，那这边还是有补救机会的。那现在 Go Live 还是 Gray Out， 就是还是灰色的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先去 OBS 按 Start Streaming。好，我们先在 OBS 这边，然后按 Start Streaming。好，那我们这边 Start Streaming 之后呢，接下来再回到我们这一页，你就看到这个 Go Live 呢，它这边会写 Capture Video， 它就找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 Go Live 呢就可以按了，那我们就按 Go Live。好，那我们 Go Live 就按下去了。好，那这时候呢他就开始直播了。好，我们 Go Live 按下去之后他就开始直播了。那直播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我们的这一个Live Producer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其实你要把这个页面把它储存起来。好，那这个页面要储存起来，这个页面储存起来的话，你下次才比较容易进到这个地方。好，才比较容易进到这个地方。好，就是你请你要储存目前的这个 URL。 好，那假设你刚才忘记储存这个 URL， 那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有啦，是有补救的办法。一样，你就是来到你的这个 Facebook 的 page 的首页。好，然后那这边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直播的画面。好，然后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呢，看一下在哪里。好，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按点点点，然后选 Edit 的 Live Video。 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在这个地方点点点，然后你要选的是 Edit 的。
Eddie 的 Live Video。好，那你这个 Eddie 的 Live Video 呢，也是可以跑到这一页。好，那但是这样子其实还蛮难找的，所以我通常会把这个 Live Producer 这一页把它存起来，存起来之后我就可以直接马上跑到这一页来。好，这样子就很方便了。好，这样就很方便了。好，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讲义。好，这一页要存起来就对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是 Get Live URL 哦，这个 After Start。好，那我这边也是，我干脆把这一个东西 translate 过来好了，然后那把它换成，好，把它换成我目前的这个 Screen One 的画面。这里我调整一下哦，噔噔。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个就是 Get Live 哦 URL After Start， 就是说你的这个 URL 呢，这个东西你要分享出去嘛，对不对？你需要一个 URL， 那你可以就是来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的首页，然后接下来你在首页这个地方，你要选的是 Video， 然后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进去，那这个东西赶快把它变成 mute， 不然的话你会有很吵杂的声音。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就是你的连结，好，那你这个连结就可以分享出去，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现在这个时间还蛮早，应该不会有人来看，好，趁这个时间赶快来录。那你可以看到说，就是这边点选 video， 然后这个连结哦，就是可以给你分享出去的连结。哦，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按 mute 哦。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边的留言呢，其实会出现在这里。好，这边的留言会出现在这里。那我来证明一次给你看，就是你看到 OBS 呢，目前这边还是很干净的。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哦，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随便打一些，现在在 streaming 嘛，好，然后我们这边就随便打一些测试用的留言。然后那我也可以切换成是 Kevin Lin， 切换成 Kevin Lin， 然后然后3，你会发现在左手边呢，他就会把我观众的留言把它放到这边来。那你可以在 OBS 其实可以事先就先看到，那就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做一个互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 Streamlabs 这边。好，我们在 Streamlabs 这边呢，我们设定了 Dashboard， 然后这边是这个 OVG 哦。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在Facebook 这边呢，我们选的是我们要用 IT 工具人学院来做直播，然后接下来在 OVG 的 Chatbox 这里，然后我们 copy 的这个 URL， 我们 copy 的这个 URL 呢 ，copy 到这一个地方来，好 ，copy 到这个地方来，那其实就是一个 browser， 它其实就是你看到这是 StreamBox Chatbox， 然后我放 logo scene 给你看，它其实是一个 browser， 然后那在 browser 里面呢，然后就是把你刚才 copy 的 URL 放在这边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删掉，然后按 OK，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到你要的，调整它的大小到你要的，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我们的这个留言板的部分，那留言板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啦，刚才删掉一个不该删的东西，我要删的是这个。好，没事。好，那我现在再把它诠释过去。所以呢，其实就是这边就是大概跟你讲说，就是我们这边会有。好，这边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会有这个留言板的部分。然后那另外就是我有设定，它只会显示3分钟，3分钟过后，它这边会自动不见就对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结束直播，要怎么结束直播呢？要结束直播的话，你就是要再回到这个 Live Producer 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跟你说，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储存这个 Live Producer 的 URL。好，这个 Live Producer URL 很重要，你是不是点这边就可以马上进来了？好，然后那你进来之后呢，接下来你就按 End Live Video， 然后那接下来这边就按 End。 好，那他就跟你说好，结束了，那你就可以来这边赶快按下 Stop Streaming。 好， Stop Streaming。 好，那他这边就结束了。好，那我们这边就结束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删除影片呢？
要删除影片呢，其实我们直播完之后，我们的影片在哪里？我们直播完之后，我们的影片呢，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More， 然后你找 Video， More， 然后 Video， 那它会在 Latest 的这个地方，它会在 Latest 这个地方找到，那就可以把它点开来。点开来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嘛，这就是我们刚才的直播，这是刚才直播，你看是有声音的，可以，好，然后那你就可以按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怎么不能删除？看一下你要先点进去，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 delete video， 然后按 delete， 这样就行了。好，那我们就把刚才我们的这个 video delete 掉了，那你这边再按 refresh 一下，你就看不到这个 video 了。好，你就看不到刚才那个 video。好，所以我们在 Facebook page 的已经删除掉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个地方要删除，就是刚才有一个录影，那它是在这里。好，这边就是刚才录影的部分。好，这边就是刚才录影的部分。好，那这个呢也是可以把它删掉。其实这个答案呢，就删掉。那我把之前在测试用的也一起删掉。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答案都删掉了。好 ，video 也删了。好，那我们有关于这个 Facebook page 的这个马上直播呢，就讲到这里。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